家好，我是黄山亮，祝各位中秋佳节愉快，谢谢。我要带来一首这个比较抒情一点的歌曲哈，人家说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那知道有很多朋友是没有办法回家过节的哈，在这边把这首歌送给他们哈，如果有空的话，打一通电话回家给自己的家人啊，问一声好，好啊，这个很重要哈。这首歌叫做《探我亚耳机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
尖叫声好不好？深一点！哇，你们太热情了，谢谢你们。